国手教学，拉球的动作指导。底子在这儿呢。对。但是如果说给的不定点，啪给的快一个，他这个球就容易出现问题，尤其是在比赛中。你就正常拉你的，你就正常拉你的。对，小范围不定点啊。对，小范围不定点啊。对，好球！哎，对，这个他，但是你看啊，明显感觉什么？第一，很急促，就是感觉这个整个时间还是感觉差一点就丢了，是这种感觉。总感觉他要扳边，对，总感觉要来不及，是不是这种感觉？总感觉他要扳边，看着没？因为大什家么？能看到因为陈建辉的他这个水平，就相对于他练连续拉的时候，别人撕的一板，这个他的水平是可以处理这个球的。对。能明白吧？他对于这个球的快慢，他是可以调节的，但是不代表他没有问题。他要是如果这个拉手做好了，做得更简洁了，会帮他省出很多时间。这个时间你就可以用来盯球，可以用来作为调节，你就更稍微自如一点。没错没错。来，再来几个来。确实有点太快了。你看他是不是大大大大？一旦有一个，哎，你再拉一个，我要为大家看一眼区别。他当当当完了，你给个慢的，他就先硬。你拉一个，我再给你拉一个。嗯。大，大，是不是改的特别着急？老板，我给你拉一个，也有可大家看我拉一个，也有可能他这个身体浮动，可能身体浮动大一些。大家看我拉一个啊！你看陈彦辉拉球，他是跟他是特别特别，他是特别着急的。来，哎呦，算了，不拉不会拉了，有点晃眼睛。就是你特别着急，而且球速也不快。你看我拉一个，你看我的动作特别慢，但是我球速拉得比你快。我整个，我衔接比你快，球速比你快，点比你早，但我动作比你慢。得有个停顿，知道吧？就是你身体的浮动太大了。对。我身体没有，基本没有什么浮动。你看我很平稳，你是怎么拉的？就找不着球，球速也上不来，就是有效拉手，有效盯球，有效转体。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陈建辉的总结一句话：多余动作太多。对，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其实你们很多就是存在这个问题。你看，同样是一样速度的球，我的。这球有点飘，对，你要哪俩球来得及，对啊，大家看啊，牛哥，你看就是问题出在哪儿啊？你看啊，是不是感觉大家？我感觉我拉球没有那么着急，没有那么慌张。对，你知道为什么吗？问题就出在于他的无效拉手，把他这些个等待的时间给浪费掉了。他的身体幅度大，加上拉手大，他就把他中间这个，哎，他可以缓慢击球，这么可以非常瞄准好的去击球，这个时间他给浪费掉了，浪费到自己忙活的身上了，这时间就这么浪费没了，明白吧？如果我要是这么拉，我也在忙活。你看我整的也像挺快似的，那实际呢，没有，对，球很慢，没有那么集中。我是慌张的，因为我感觉球一来，我感觉这回看球，我看球开始快了，感觉，因为我没有时间了，球就快了。我有时间的时候，你就看球就慢。对，我有时间。你看，我有时间，球它就慢。我来回忙活，把时间全浪费掉了，就感觉球特别快。你就是匆忙出手，你说你命中率能高吗？人家是瞄着这么打一下，你是感觉来回这么打，肯定是没有瞄着打有数的，对吧？你有空间你可以瞄，有时间有空间你可以调节，你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包括你动脚什么时间你都可以通过这个一短暂时间你是可以做出来的。但是如果说你一直在忙活，你做啥都是仓促的，你都是感觉要来不及的，你肯定命中率就不高。听妈妈的话，可以
给你改成听黄哥的话。来来，节奏啊节奏。为什么你看着，为什么看着那么慌张了？我现在是明白了，不是他就幅度大，不是他，你像我们这块放松，我们是这儿发力，啊、对对对对，他是这儿发力，然后这儿放这儿使劲、啊，这回去，你看你是拉球，你是这儿使劲，你这么拉球，模仿模仿鬼才是不是？他是不是这么拉？该发力总没发力，卖卖卖，卖掉了。拉球，模仿鬼才来了。身体浮动，然后这儿不发力，这儿甩。你应该是什么？这儿慢一点，这儿发力。对对对对对，慢一点。这儿发力。你看我们拉球，这儿慢，这儿发力。你是，所以你显得快，然后球还慢。对对对对，明白了吧？你银板是全部都是放松的，大往前顶着你出来。你试一下。回来的时候越慢越好，回来慢一点，慢，慢，再慢，没事没事没事，再来，慢一点，回来慢一点。我给你这么发一个来，拉，你正常拉，正常拉，来可以，拉，拉，来，对，拉，他老感觉他来不及，那我怎么感觉？哎，你能用腰带着手吗？老感觉他来不及，不要用手带着腰了。来，我给你发个多球。对你这样，我觉得他发这个给他练这个好一点。来，我给你一个下旋，一个上旋。来，我给你发个多球来，一个下旋，一个上旋啊。我还没发呢，你往回轮什么轮？我还没发呢，你就往回轮。我不发，你别轮啊。难受吗？是不是难受？你要根据球判断，他球过来你拉手，嗯，知道吧？嗯，这不就舒服点吗？哎、这不就舒服点吗？你根据球，对、哎、我球快了、哎、你就快一点，我球慢一点你就慢一点，这不就舒服点吗？哎、这看着舒服多了，知道吧？你这是一个意识问题，来再来俩。对、哎、我发的快，你快一点没问题、哎、对、哎、这就舒服多了。哎，对，这就舒服多了、哎、这就对，明显放慢以后还有一个蓄力。对，来，那个他不放松，连续上去拉，不行，不放松他就这舒服多了，这已经舒服多了，放松放松，腰带着呢，快的时候是快腰，不是快手。对，腰，快腰，手放松，手放松，手别轮。你看又卡顿了吧？对，来，你给我发一个来。手别轮，陈辉，你给我发一个。你看你发的再快，我永远没有卡顿，知道吧？你发快快慢随便。卡的也太快了。我这教你不是练我，是吧？我动作都做不完，太实在了。没有，你让人随便发的，谁说随便发？全吐出来了，一会儿。不是，我就告诉你那意思，你有快慢结合，别往死里发我，我是不是有点晕都？来。动都没做完，对，大家看一下那个伯伯的击球点，总感觉球能停一下，不是一个不变，快慢结合，我就教你怎么调节，知道吧？慢的慢的，我永远没有卡顿，你发的慢，我拉手就慢一点，你发的快，我转腰就快一点。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球出去了你再转呢？不是，你有还原，你是靠腰还原，你不是手拉回来，球过来，你是不是难不难受？你腰对吧？球不用你过来，我再加上手呢，手放松又靠腰啊，真不容易教他。